好，歡迎各位記者朋友出席今日嘅記者會。咁而家係個拍攝時間，咁發展局局長啦，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嘅主席、副主席同埋各位成員都喺度嘅。好啦，而家拍攝時間。OK， 而家拍攝時間完畢嘅啦。咁請主席同副主席喺台上就座，其他成員就請喺你哋嘅左邊就座啊，唔該。現在記者會正式開始的，那台上我們有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先生和副主席黃澤恩博士的。那我們在邀請主席講一個開場發言之前，我們會播一段30分鐘的電視宣傳，30秒的 sorry 電視宣傳短片。是的，研究運動場，我們自制跑道，買唔到樓，咪去山灘實營咯！辦公室咁貴租，喺度開會都幾好。香港唔夠地，人都冇地，做唔做抉擇，唔通要下一代上太空？快啲上 levelhongkong.hk 講下你嘅意見啦！珍惜土地，你有抉擇。好，而家有請主席作一個開場發言，跟住先係提問嘅時間。有請主席。各位傳媒朋友好，大家好，再一次歡迎各位出席今日的記者會。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在去年9月成立，由30名來自不同專業、不同界別的成員組成。在過去8個月，專責小組檢視了和評估了香港土地供應情況和不同土地選項。經過多個月的努力，專責小組今日正式展開我們的重頭戲，是为期5个月的公众咨询活动。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专责小组对香港土地供应短缺问题的观察。我们认为香港土地短缺的问题已经是迫在眉睫，甚至到达了一个水深火热的地步。政府的《香港2030+》研究表示，即使计及所有正在推展的发展项目，当中包括几个正在規劃或者推展當中的新界新發展區和其他供應措施，香港長遠
仍欠缺最少1200公顷的土地，面积相等于超过60个卫园。缺的不单止是房屋用地，因为房屋发展必须要基建和社区设施等配套支援，包括各类的运输基建、医院、诊所、公园等，各方面的土地均出现短缺。1200公顷短缺当中，约800公顷的短缺会在未来10年左右出现，情况相当严峻。专责小组认为土地短缺绝不单止1200公顷，因为这个数字没有计及市民想住大一点的诉求。现在的估算亦都没有整全考虑人口老化而需要更多的医疗、安老设施等等。我们实在有需要建立土地储备，以满足各种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社会发展需要，和创造更多的可能性。计及凡此种种因素，实际的短缺将会是更多。此外，若果目前进行中或者已规划了的发展项目，包括改划用地和新发展区，出现延误或者规模减少，土地不足的缺口将进一步扩大。为什么今天会出现土地短缺的困局呢？专责小组认为问题的症结是由于过去好一段时间觅地造地的工作停滞不前。以填海造地为例，如果我们用天禧年作为一个分界，1985年至2000年填海造地总共3000公顷，即是说每年大约200公顷左右。2001年去到2015年只有690公顷填海造地，即是说每年40多公顷，下跌了足足80%。土地短缺衍生各样的民生问题，涉及每个市民，正好像我身后三个问号文字所示，贵、细、挤，是不少香港人面对的居住苦况。在2007年至2016年间，平均每年房屋落成量只有約25700伙，较前十年的平均每年59800伙，下跌了超过50%。未来10年公共房屋落成量只有237000个单位，低于280000的供应目标。香港房屋供求失衡至少有三个问题：一、楼价高，上车难，买楼已经不是一般市民可以负担；二、公屋轮候时间太长，平均要等4.7年；三、近210000基层市民，包括约30000多名的儿童，住在劏房等等环境恶劣的居所。除了房屋用地外，经济用地、基建和各项社区设施用地亦出现短缺情况。2017年各项工商业物业的租金和售价指数均为近年高峰，昂贵的租金扼杀了不少企业的生存空间，欠缺社区设施用地令到我们无法应对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各项新增设施和服务的需要。此外，市民普遍希望增加休憩用地和各项社区设施的愿景亦都难以落实。香港土地房屋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要解决土地房屋短缺，王道的方法是持续稳定增加土地供应，没有一个单一方案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多管齐下是必然的方向。所有方案均会对不同的持份者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没有一个选择是无痛的。寻找平衡不易，但是我们要拿出勇气，亦都要作出决定。专责小组在2017年9月成立，目的是推动社会广泛讨论不同土地供应选项的利弊、优次和取舍，凝聚社会最大的共识，然后提出一套整全的建议，等政府制定开拓土地工作的整体策略。专责小组认为有18个土地供应选项有潜力提供额外的土地，亦都备悉政府曾就个别的项目和相关的土地用途的政策进行研究的工作。
亦都就部分嘅工、部分嘅建議曾經做過諮詢。相對而言，較能夠掌握到土地供應嘅實際潛力同埋時間。亦都有一啲選項係由社會上邊唔同嘅持份者提出或者倡議，部分屬概念性，具體可行性有待詳細嘅研究。呢18個選項現階段係冇優次之分，為咗等公眾容易掌握，專責小組基於預計個別嘅選項最快可提供額外土地嘅時間性，將18個選項歸類為三大類，分別是中短期、中長期和概念性的選項。短中期的選項有四個，分別是中地的發展，現時新界約有1300公頃的中地，政府正規劃和推展新的發展區項目，涉及當中540公頃的中地，亦都可以考慮能否和怎樣去發展其餘那760公頃比較零散的中地，利用私人的新界農地儲備，根據粗略和公開資料所得，各大型發展商相信擁有不少於1000公頃的新界農地，社會可以探討能不能夠和怎樣去透過公私營合作的模式，促使私人農地作更具社會效益的發展，利用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作其他用途。現時有66幅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當中27幅由私人體育會持有，社會可以探討在平衡這些用地對體育發展的貢獻和增加土地供應下，是否可以釋放個別的用地作其他的用途，重置或者整合佔地港的康樂設施。現時共有95個佔地港闊並由康樂及文化事務處管理的體育和康樂場地，社會可以考慮重置或者整合個別設施的可行性，以達至地盡其用。中長期的選項有6個，分別是維港以外近岸填海。政府早前的研究中物色了5個近岸的填海地點，包括位於屯門的龍鼓灘、北大嶼的小蠔灣和欣澳、沙田的馬料水和青衣西南，作進一步的研究，合共可以提供約450公頃的土地。發展東大嶼都會，東大嶼都會在香港2030+研究提出跨越2030年兩個策略增長區之一，涉及在香港島和大嶼山之間的中部水域，拓展土地面積逾1000公頃的人工島，並提供策略性運輸基建設施，以作為第三個核心商業區和智慧型新市鎮。利用岩洞和地下空間，岩洞和地下空間可為合適的公共或者基建設施提供空間。政府早前的研究已識別了一些現存的污水處理廠和配水庫，以便就這些設施是否可以搬入岩洞進行可行性研究，以騰出部分地面空間。於新界發展更多的新發展區，其中一個例子是新界北，是香港2030+提出跨越2030年兩個策略增長區之一，發展面積約720公頃，當中亦都包括了200公頃的中地。發展香港內河碼頭用地，位於屯門西的香港內河碼頭使用量近年逐漸減少，社會可以考慮是否騰出佔地65公頃的內河碼頭用地，以容納工業和用中地相關的作業。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香港房屋協會正進行有關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土地的生態和技術研究，以探討發展公營房屋和非牟利設施的可能性。研究範圍包括大欖和水泉澳兩個試點，合共佔地約40公頃。概念性的選項有8個，分別是長遠發展香港內河碼頭用地及鄰近用地，透過發展屯門內河碼頭用地及利用龍鼓灘填海的契機，可以整體規劃和全面重整
屯門西面沿海地區的工業用途，並一並探討將內河碼頭用地和附近的土地用作住宅發展的可行性，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的地點。除房協正進行研究兩個試點外，有意見指社會應該討論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其他合適地點，以增加土地供應，是否一個可以探討的課題。增加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發展密度，有建議指應容許新界小型屋宇作高層數發展，以提高其發展密度，從而更佳地善用同等數量的土地，並達到顧及原居村民的需要和政策目標，於原有運輸基建設施上作上蓋發展。有建議指應研究於 現有運輸基建設施，例如公路、鐵路和鐵路維修車廠的上方發展房屋的可行性，利用公用事業設施用地的發展潛力。有建議指這些面積較大、位置較佳的公用事業設施用地，如果已經無需保留作原有用途，可以研究是否具有其他發展的潛力，當然亦都包括呢是否有潛力在上蓋上面的發展。重置葵青貨櫃碼頭，葵青貨櫃碼頭連鄰近的港口後勤設施佔地共約380公頃，有建議指可物色合適地點重置碼頭，以釋放該用地作其他發展。葵青貨櫃碼頭上蓋發展，葵青貨櫃碼頭本身佔地約280公頃，有建議指可在碼頭上蓋加建平台以興建房屋，使現有港口得以繼續運作，同時更有效善用碼頭現有用地，填平部分船灣淡水湖作新市鎮發展。有意見提出填平部分船灣淡水湖作發展船灣新市鎮，建議涉及填平約600公頃土地，其餘面積則留作公共空間和儲水用途。土地供應關乎每一個市民、階層和界別，在未來5個月公眾參與期內，專責小組會以最大的廣度和深度推動全民參與，廣泛接觸不同持份者和市民，把相關土地供應的資訊和議題帶到各個層面，同時促進社會透過認知共同抉擇，共同打破土地供應不足的困局。專責小組會透過不同類型、規模和平台的活動，全方位接觸不同人士和團體，無論是基層市民、青年，亦或是沉默大多數，或者是企業、專業組織，或者是關注團體，專責小組都期望能夠進行互動，確保每一個聲音都能夠得到充分的聆聽。專責小組計劃舉辦超過100場的多元化和跨階層的活動，包括4場公眾論壇、40場遍佈18區的巡迴展覽、區議會工作坊、基層社區探訪、與持份者的會面、青少年和社區外展、網站和媒體等。專責小組亦製作了一系列1200名的資料，包括書冊、小冊子和10多條的短片，並將會陸續推出。直接和社會各階層持份者交流是公眾參與的重要元素。由於今次牽涉的課題甚廣，專責小組認為必須先讓公眾有足夠的時間接觸和掌握相關的資料，因此公眾參與的第一階段會以公眾教育和宣傳為主。在稍後的時間，當社會上面對土地供應議題和土地供應選項有一定程度的認識和關注之後，專責小組亦都會進行問卷和電話調查，收集市民對選項優次的意見。所有公眾參與的資料均會上載至專責小組的專題網頁 www.landforhongkong.hk。 各項公開活動的詳情
亦都會適時喺此網站公布。我哋亦都會設 Facebook page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向市民發放資訊。喺增加土地供應呢個議題上邊，社會實在冇再拖延嘅空間。專責小組期待社會透過呢次公眾參與活動收集分歧，就增闢土地建立共識，徹底解決土地房屋短缺嘅困局。多謝，亦都歡迎各位提問。而家係提問時間，請大家先舉手，講出你個名同埋代表機構。有線電視。係你好，主席，有線電視嘅，係想問一下咧，因為咧你哋頭先咧都講到咧，即係建基於2030加嗰度咧，就即係見到未來就有1200公頃嘅地其實係有需要揾，但係你哋小組咧就覺得個數咧就遠高於呢一個方面嘅。咁其實即係你哋自己小組有冇估計過，即係其實你哋係要揾多幾多公頃嘅地先足夠啦。另一方面咧，就係講緊咧，就話有2026年之前其實要揾多800公頃嘅地啦。咁樣，但係嗰個短中長期個選項裡面係有4個選項噶嘛。咁其實有冇計過咧？即係揾得曬呢啲地之後咧，夠唔夠填800公頃呢一個數咁樣啦？另一方面就是想問一下，因為現在那個大辯論即將展開，但是主席之前你接受一些媒體的訪問的時候都有提到公私營合作的可行性，會不會被人覺得你們本身已經個小組有一個前設，就希望大家選擇這個選項就模糊了那個焦點？謝謝。 OK， 好，多謝你提問。首先就在一個1200公頃的估算裏面，其實它會有一系列的假設的，這個假設是非常之多的，所以你任何的假設當它有變動的時候，當然這個估算的數字就會不同的。所以我們小組檢視過這個估算之後，就認為有很多方面基本上是存在變數的。舉個例來說，如果現在已經預計了在那3600公頃的供應裏面，包括一些新發展區，包括一些持續推行的措施，如果它在時間上來說有延誤，又或者它最終的規模上來說是有縮小的話，那當然這個短缺自然就會不同的。所以我們就說，實際上我們今天面對著的是一個最少，我們用最少的字眼，最少1200公頃的短缺，而其中亦都沒有包括到社會上面可能是說我們應該住大一點，我們每個人都住得很迫切，又或者我們人口持續老化了，到時來說對於一些可能是人口老化了之後所需要的一些設施等等，其實它全部都是需要額外的土地的。所以我們就說沒有包到這些市民的一些願景在裡面的話，所以如果我們真的要去得到能夠改善到每一個人的居住空間等等，其實我們所需要的土地是比這個1200公頃更多的。關於那個短期的短缺，我相信你們在看就是個冊子裡面第二章裡面就講緊咧，就即係將佢咧就分開咗，就去到2026年咧，我哋講緊嘅短缺咧係815公頃嘅。咁呢個咧就好明顯咧，就係我哋一路以來咧係冇點樣咧係就住我哋今天所需要嘅土地咧係做咗個準備啊。即是話咧，好多年前咧，基本上咧我哋都已經咧係冇大幅度咁樣咧係造地或者係揾地。咁所以咧，我哋今天嘅短缺咧，其實喺今天已經係出現咗。以至到在個計算底下，去到2026年的短缺會更加明顯的。咁即是話它不是一個直線的1200公頃咁樣計落嚟嘅。所以在咁嘅情況底下咧，2026年嗰815公頃，其中房屋用地咧係108公頃咧，係咪可以透過我哋今天的一啲短中期嗰4個嘅選項裏邊能夠滿足到呢？其實就唔係嘅，因為我哋計算咧。亦都覺得咧，其實係冇辦法咧，喺短期嚟講咧，完全咁樣咧係補翻呢個咁嘅缺口嘅。咁所以亦都因為咁樣咧，所以咧，我哋為咗咧喺公眾諮詢嚟講咧，等到社會上邊咧都清楚明白，知道咧個短缺嘅情況，但係同一時間咧，我哋都會覺得咧，
我哋希望咧社會上邊咧大多數嘅持份者咧都能夠理解到咧背後嗰個情況。咁所以咧，我哋就用咗咧一個30年嘅估算，最少1200公頃呢個數字咧，係作為咧我哋公眾諮詢裏邊一個起步點咁解嘅。關於你講過嘅公私營合作嗰個嘅選項咧，基本上咧就喺我哋喺我哋嘅小組討論呢個選項嘅時候咧，其實會後咧我都有向大家交代我哋討論呢個選項，包括咧點樣如果真係社會上邊咧係支持從呢一個方向咧去增加我哋土地供應嘅話咧，咁其實咧就即係。我哋嘅小組認為咧，政府係有需要咧，係有一個咧係獨立於政府架構以外嘅機制。而呢個機制咧，就要確保咧咁樣嘅合作模式咧，裏邊咧係要確保公帑嘅投入嚇，或者係基礎建設嘅投入咧，最終咧係可以咧係換翻咧一定比例嘅公營房屋。究竟咧佢個比例係點樣樣？點樣計算？以至到咧到最後嘅選址等等咧，其實呢啲咁嘅原則咧，全部都應該咧係呢一個咁嘅獨立嘅架構咧。到時之後咧，如果聽咗社會上面嘅意見之後咧，再重新咧將佢咧規劃成一個咧大家都認可嘅一個咧係公平、透明同埋公開嘅機制咧，等大家社會咧都能夠釋除到咧係官商勾結嗰個疑慮。基本上咧，我當時嚟講咧，都係重複翻咧當時我哋小組裏邊咧討論過嘅一啲細節咁解嘅啫。好，或者我補充一下。好啊，我哋喺小組個討論呢個所謂公私營合作呢個課題、呢個議題、呢個選項嘅時候咧，我哋小組係冇討論過係咪我哋會應該傾向於呢一個選項咧咁。實際上是冇討論過依個咁嘅議題嘅，咁所以我諗你哋唔需要有一種咁嘅假設或者有個咁嘅感覺話我哋係有個咁嘅傾向，因為如果冇討論過，當然冇可能有咁嘅傾向啦。左邊第二位依行嘅男士，香港01黃偉超。我有兩個問題，其實我都很希望可以問王主席和王局長，我希望發展局同事可以幫我轉達給局長，希望他明天可以回答。第一個問題我想講回，就其實我和主席都最近談過，他給了一個很深刻印象，就是他接觸過一個劏房戶，就是由一般劏房住去工廈劏房，再擔心可能他要瞓天橋底。咁我哋其實都好想揾翻佢講翻，希望佢都為小組打打氣。好不幸佢琴日入咗醫院。咁我想問翻，其實就係話你而家個 backdrop 後面寫住貴細劑，其實劏房户嘅面對就係最大啦。其實今次個小組嗰個大辯論咧，我想問翻就係小組同政府點樣令到，即係喺嚟緊嘅10年又10年，係咪真係可以解決到個劏房？那30000個兒童10年後，他可能3歲變13歲、23歲，是不是他一世都要住劏房？即小組或者政府可不可以去承諾是真的去解決21000劏房和28000輪候拆的問題？這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我想問你18個選項裡面的概念性的選項，其中最近比較熱烈的就是這個葵青貨櫃碼頭上蓋建屋，連港鐵主席都出嚟講，就話佢突然間話可以起條鐵路去，但係佢唔中意粉嶺高爾夫球場，所以冇一條鐵路去粉嶺高爾夫球場。我想問翻小組點樣有機制一啲五句諮詢裏面確保今次嘅土地大辯論唔會變成一啲官商勾結、利益輸送，會出現第二個數碼港嘅問題。同埋我想問翻下，究竟你理解而家政府對葵青貨櫃碼頭嗰個建屋？是不是會是在第日來說在個處理的方面，究竟你說得不可不可以告訴你公眾，因為公眾都要選擇嘛，即你都說話很強調就要有數據給公眾去選擇。個問題的話就是，究竟如果那裡建屋的話是建什麼屋，是建第二個日出康城，還是建公營房？我想希望這兩個問題主席或者王局長
稍後都可以答。OK， 嗱，好多謝你呢個問題。首先即係我哋其實喺公眾諮詢之前，嗱，今日咧正式咧就係開展我哋嗰個公眾參與活動。但係實際上喺公眾諮詢開展之前咧，我哋都就住咧我哋僅有嘅時間，都盡量咧係接觸咗咧唔同嘅持份者，其中咧當然係包括咧唔同嘅專業團體啦、唔同嘅媒體啦、唔同嘅一啲地區嘅人士啦。咁呢個正正咧就反映咗咧，其實我哋好希望咧聆聽到咧非常多元同埋咧遍及多個唔同嘅持份者嘅聲音嘅。咁所以咧，我哋嗰一次咧，其實咧就係咁啱咧，一個週末就去到咧就係即係全港關注劏房平台啊裏邊，咁就係聽到咧就係剛才你講嘅啊嗰一位嘅女士，佢對於房屋訴求或者佢面對住嘅一啲困境嘅一啲心聲。咁所以咧嗰個咧嗱，咁當然咧希望亦都即係嗰位女士咧能夠盡快康復啦。佢哋嘅心聲咧，其實咧就俾我哋好大嘅動力。正正咧就係我哋今次咧就係要以一個咧係土地供應嘅方法，去到解決我哋好多今天嚟講可能係面對住咧係不適切居所或者咧唔係咁理想居住環境嘅一啲市民嘅問題。咁當然咧就係有咗土地之後，點樣去再由土地按照咧長策而家嗰個方式，點樣去分配幾多會係公營房屋，以至到咧點樣去滿足到？如果你剛才講緊嘅數字21萬個劏房板間房嘅一啲居民，咁其實咧就係嗰個數字咧，其實咧每一年咧都會咧包括咗喺長策每年咧檢討咗個10年建屋目標裏邊咧，係包括咗咧係全面改善劏房板間房上面居民嗰個數字嘅。第二咧就係話，輪候冊上邊，咁可能咧亦都包括咧某個程度上面嚟講，可能有重疊啦。啊，今天嚟講，你話28萬個，咁其實28萬個係包埋一啲咧，我哋叫做咧係喺配額計分制底下嘅非長者有人申請喺裏邊嘅。如果唔係嘅，一般家庭同埋長者有人申請咧，就155000個嘅。今天嚟講，咁但係無論如何咧，就係土地如果真係多咗嘅話咧，咁當然就有望咧可以解決到咧呢啲我哋認為咧住喺不適切居所裏邊嘅一啲居民啊，可以咧係幫助咧係解決咧佢哋居住今天面對住居住嗰、那個嗰、那個情況嘅。嗱，亦都因為咁樣咧，剛才其實喺個幻燈片裏邊咧，我都有講過，其實18個唔同嘅選項，好自然嚟講就會有啲選項咧係會對一啲持份者直接咁樣影響。同樣地咧，有啲嘅選項咧係對於一啲持份者有直接嘅利益嘅。嗱，咁所以點解咧？我哋聆聽嘅就係全部所有持份者，係越多越好。咁呢個就唔會咧，就係只係留於咧係淨係某一類嘅持份者係就住某一個選項咧，然後霸佔曬所有嘅聲音。而我哋只係聆聽到一種嘅聲音，咁當然呢個到最後，我哋點樣去進行喺選項上面嘅抉擇咧？咁當然呢個係唔好啦。所以點解我哋而家做嘅工作咧，正正就係要將我哋喺公眾諮詢裏邊，我哋能夠觸及到咧越多唔同嘅持份者越好，因為相信咧，其實如果你係包括到社會上面大多數持份者嘅話咧，而好多咧其實對於一啲選項係冇直接嘅利益。同樣地咧，好多可能對一啲選項咧，對佢嚟講都冇直接嘅影響。但係咧，整體嚟講咧，我哋呢啲選項咧，係正正咧就話共同解決我哋社會上今天面對住首先第一土地短缺呢個問題，第二當然就話好多嘅居住環境唔係咁理想嘅房屋問題等等。咁所以咧就係我哋期望咧就係大家都可以咧喺呢5個月裏邊咧公眾諮詢裏邊咧，能夠真係同我哋咧係做多啲嘅宣傳啦。咁其實除咗話宣傳之外咧，我哋都希望呢個過程咧，其實亦都有機會咧，透過呢幾個月咧，令到大家成個社會對於今天我哋土地供應嘅情況，以至到咧我哋而家今次提出嘅選項，又或者咧佢哋會有更多嘅諗法、更多嘅選項咧，
到時咧能夠提得多啲出嚟。咁呢個咧其實即係幾個月咧，我都覺得咧，其實我哋有個機會咧，即係成個社會咧個認知嚟講咧就係提升，同時間到最後當然咧就係話我哋共同咧一齊去解決呢個問題，就好似咧即係剛才背景所示嚇。今天我哋就問緊三個問題：貴、細、擠啊。咁希望咧大家都係共同解決到咧我哋背後呢三個問口裏邊嘅問題。蘋果日報，或者請主席答埋貨櫃碼頭，你問多次問題唔該。所以其實我就剛才已經答咗呢個問題㗎啦，因為唔出奇嘅就會有一啲嘅持份者可能咧對就住某個選項咧有直接利益。你剛才講呢一個咧，可能咧有啲持份者咧的的確確咧可能有啲利益喺裏邊嘅。咁但係呢個唔緊要㗎，因為每一個選項咧都會有持份者有直接利益㗎嘛。每一個選項咧反過嚟講，亦都有啲持份者受到影響嘅。咁但係我相信咧，如果我哋去到咧社會上邊咧大多數嘅持份者或者所有嘅持份者嘅話咧，其實就有利咧，成個社會能夠持平、客觀、宏觀同埋全面咁樣去睇我哋唔同嘅選項作出取捨啊嘛。嗱，你話會唔會影響到大家個取捨咧？我覺得係未必嘅，因為我亦都相信咧，大家即係好多嘅持份者咧，眼睛都係雪亮嘅。咁當然咧，大家就會就住咧自己認為點樣嘅方案，可能係最有利於香港整體社會嗰個利益咧，係作一個出發點嘅。蘋果日報，兩位你好，蘋果日報譚靜文，其實想問翻咧，即係今次諮詢文件出啦，即係都開咗好多個月嘅會啦。其實主席啱啱都有講到話，譬如公司人合作，可能個社會如果真係有意見認為係需要搞嘅時候，可能有個獨立機構。但係其實即係最終公眾諮詢完咗之後，你哋會俾份報告政府噶嘛？即係可唔可以喺呢度其實向市民去，即係我唔知係一個作出一個承諾定係點樣？譬如我哋真係揀咗某一啲選項嘅時候，點樣去？確保政府真係可以做到，而去真係揾到土地去起到嗰啲房屋單位。第二個問題就係想問，即係高爾夫球場嗰個問題啦，即係民政局就開咗嗰個即係檢討啦，而即係小組都將呢個選項放咗落去啦。點樣同民政局嗰個其實冇一個矛盾咧？即係譬如可能會唔會最終嘅結果係可能真係大部分人揀咗要發展高爾夫球場嘅時候，你哋要將呢個意見交上政府，但係民政局係堅持。可能幫高爾夫球場續嘅時候，即係你點樣去叫市民去揀咧？即係又可唔可以講得清楚少少？唔該。首先咧就當然咧，我哋唔可以預先知道即係究竟政府點樣做。我哋只能夠講咧，就話即係今次透過咧，我哋咁大型多層面多渠道觸及到咧社會上面大多數持份者。而得翻嚟嘅一啲咧，社會上邊大多數嘅共識，繼而咧如實咁樣反映翻喺我哋建議報告裏邊，提交呢個報告俾政府咧，我好相信咧，政府當然就會從善如流啦。你頭先講過嘅一啲其他嘅建議，其實除咗話就住呢啲選項大家可能作咗個抉擇之後咧，其實我相信咧喺呢個公眾諮詢階段裏邊咧，大家會有好多其他嘅意見。包括咗咧，就頭先我哋所提嘅公私營合作，究竟個模式應該係點樣樣？又或者咧，點樣去確保咧某一個比例嘅公營房屋啊等等？呢啲嘅意見咧，如果真係話喺公眾諮詢裏邊有反映上嚟嘅話咧，當然我哋同樣地咧就會咧喺個建議報告裏邊咧寫得比較清楚嘅，即係就住每一個選項底下咧，我相信咧大家唔係就咁話開張空頭支票就做呢樣嘢。大家都可能咧，對於某個選項咧，都會有一啲條件喺後邊嘅，又或者咧，有啲地方咧需要我哋咧係使政府咧係注意，如果以後執行嘅時候咧，究竟應該咧點樣去釋除公眾嘅疑慮啦，又或者令到大家都覺得咧咁樣做法咧係按照咧社會上面大多數意見去執行嘅個報告咧，我哋照如實想反映翻上去啦。咁你話對於
而家民政事務局所做緊嘅一個報告，或者佢而家咧都係諮詢緊。咁明顯嚟講咧，佢嗰個咧係就住咧個康體政策咧係做一個諮詢嘅。咁就同我哋呢一個咧係就住咧土地嘅用途，或者咧佢有冇一個潛力咧可以咧係作其他用途咧係進行諮詢咧。基本上咧係即係兩個角度嘅。嗱，當然我哋會如實反映翻咧喺今次。公眾諮詢裏邊所得翻嚟嗰個意見，如實反映翻喺個報告裏邊嘅。啊，到最後咧，究竟你剛才講嘅就話會唔會有衝突？首先咧，我就會覺得咧喺呢個命題上面嚟講就唔會有衝突嘅，因為我哋嗰個講緊土地，而佢哋嗰個咧講緊咧就康體政策。到最後啦，究竟咧會唔會係話即係你剛才講嘅所謂續約唔續約咧？嗱，呢個我相信咧政府。現在我們可能就已經是預你基本上就預計了個報告是會怎樣，但我基本上我們今天就開始公眾諮詢，我們不知道我們的報告是怎樣，更加也不知道他們那個公眾諮詢最後回來的報告是怎樣。我相信政府就是就著我們那個，如果我們真的說如實反映社會上面的意見，我很相信政府是會從善如流。答一題英文 TVB Pearl第三行嗰位男士。Hi, Mr. Wong. I have three questions. First, the report is going to be handed to the government by the year's end. How will you know by then whether the report is still be relevant or would be the reflection of the real situation by then? My second question is how to guarantee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stakeholders in the report. How do you guarantee that the report will be something like we actually reflect like what the people's need and wouldn't be a project. It would be a report which is just a collus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love developers. My third question is how do you guarantee the government will follow and will follow the report that you submit to it? Thanks. Well, we haven't had written anything yet on our recommendation report. Our report will be consolidated after the 5 months of public consultation. So this is very much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ensus being built within this 5 months of public consultation. And because this particular consultation is going to reach out to as many different stakeholders as possible, so your question about having one or two stakeholders dominating the report, I don't think so. Because you know we're talking about the majority of the community as a whole. So hopefully, of course, you know, there will be a true reflection of how the community will choose on different land supply options in order to meet our land shortage projected in the future. And I think I had actually said that in Chinese as well. I mean, this particular recommendation report is going to carry the consensus of the community as a whole. And I truly believe that this recommendation report, when it's being submitted to the government will, of course, act upon accordingly. 左邊呢位第三行呢位女士。你好，主席，立場新聞嘅。咁有兩個問題啦，其實就係、第一個問題就係其實之前講咗一啲唔同選項。關於即專責小組對於唔同選項嘅睇法嘅時候咧，其實民間都一直有聲音質疑，就係專責小組對於某一啲嘅選項，其實就係有人用一個出口，即係形容係出口術啦，就講低估咗某一啲選項嘅發展潛力。咁就係例如高爾夫球場啊，或者棕地等等啦。咁其實民間都有提出一啲比較 concrete 嘅數據去支持佢哋嘅講法嘅。咁想問其實之後會唔會再喺任何階段去回應呢啲嘅講法啦？咁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有些團體已經講咗，就係話覺得其實而家依十八個選項咧係非常之局限嘅，尤其係某啲選項，例如軍事用地嘅話，佢哋覺得其實點解會喺依個階段已經剔除咗咧？咁佢哋如果喺公眾諮詢嘅階段去再提出依啲選項嘅時候，想請問即係專責小組究竟係會完全唔考慮十八選項以外嘅建議啊，定係會點樣處理咧？唔該。第一我哋講過，我哋冇前設。的確咧，到而家嚟講，我哋聽到、見到，或者咧係倡議者提出嚟嘅一啲建議，經過我哋討論之後咧，而家咧都全部咧係拎出嚟咧係做公眾諮詢。第二咧就係、
對於個別嘅選項嚟講，究竟佢個潛力係幾多？我哋都其實咧經過討論同埋研究，呢啲港警嘅潛力咧合理嘅一個潛力。嗱，當然啦，正如咧我剛才所講過，你任何一個估算，基本上咧背後咧都有一系列嘅假設，任何一個假設嘅改變咧，都會改變咗咧你嗰個估算嘅。咁但係咧，就住你剛才所提過嘅高爾夫球場作為一個例子，當時嚟講，我哋討論呢個選項嘅時候咧，其實咧就用咗當時係做呢個新界北研究報告個顧問嘅報告，同一時間咧佢就研究咗咧高爾夫球場嗰個用作咧係建屋用途嗰個潛力，用緊嗰個數字嘅。咁所以咧就係即係我亦都解釋過好多次。首先第一咧，我哋冇就住咧土地的用途咧，係指定佢究竟嚟做乜？我哋冇時間咁做，亦都咁樣做咧個配對咧係唔科學嘅，因為咧如果你真係話配對曬所有嘅用地，邊啲係做房屋，邊啲係經濟用地，邊啲係交通或者係基建設施嘅話咧，到時候我哋又點知道個社會點樣去取捨咧？究竟邊幾個選項是社會上認為可行的呢？所以根本上你做不到配對的。所以呢，就著這個呢，我們也無意是配對說它一定是起房屋，或者呢它是做甚至是公營房屋的用途。只不過呢，我們引用的當時顧問做的一個非常初步研究報告這樣而已。就究竟它潛力高或者低呢，這個呢就是另外一件事了。到最後呢，我相信呢是落實的時候，如果真的落實的話，我相信就會做很多仔細規劃的工作，而相信在我們地盡其用，甚至如果真的說在房委會我們用的就是叫做一個都不能少，即是說一個單位我都不能少。在這樣的原則底下，我相信它的潛力將會會在那個仔細規劃的時候將會就全數釋放它的潛力出來的。你講過嗰個就係軍事用地咧，據我哋嘅瞭解咧，處方經我哋喺個會議裏邊其實咧就即係希望咧就係處方咧研究每一個選項嘅時候，我哋備悉到咧係軍事用地係全數用作防務用途，而今天是沒有任何軍事用地有閒置的情況，政府亦都無意改變軍事用地的用途，所以呢這個呢就沒有作為一個選項在我們的小組裏面呢是討論過的，所以我們沒有拿出來呢是做公眾諮詢。但是當然如果你社會上面正如我們今次呢都是持一個非常開放的態度，所以呢任何大家的建議我們都會是經過整理之後呢看看怎樣是反映在個建議報告裡面的。明報第二項主席副主席你好，明報陳永恩，我有幾個問題想問回的，想先問個公眾諮詢，因為其實裡面有提到即都包括一些沉默的大多數，其實你們的方式會是怎樣做，有沒有計過整五個月的公眾諮詢其實是涉及的成本的錢要用到多少。第二個問題就是說其實譬如18個選項裡面，譬如有一些講緊可能政府還在研究的，可能譬如房協它發展的公園邊陲地帶兩個試點，它還在研究，其實假設個報告很多市民說我反對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起樓，這些反對的意見跟他做研究有衝突的時候是會即是會個報告會怎樣呢？會不會真的直接影響到一些政策的落實呢？第三個就是其實因為那份文件都提到的就是說其實整個小組談了超過20多個選項，最終選了18個出來去即討論，有些民間團體都已經說即有一些是消失的選項的，譬如短租地，譬如空置校舍，我們見不到在選項上，其實當中是否已經被篩走了呢？原因會是什麼呢？第一個呢就是沉默大多數，當然就是你會見到呢我們今次呢有很多是去到呢是各個階層裡面的一些活動，地區探訪啦，去到學校啦，以至到呢就在18個區裡面的巡迴展覽啦，
傳媒展覽咧，剛才我亦都講過嚇、啊，其實除咗話佢可以咧更加貼地咁樣收集到一啲市民嘅意見之外咧，其實亦都希望咧能夠做到一個咧係推廣同埋教育嘅宣傳工作嘅。因為如果你真係去到每一個地區裏邊人流比較多嘅，咁嗰個咧就係即係基本上咧有機會咧係接觸到咧平時咧可能咧就係即係辛勤工作啊，冇好多時間去跟土地選項啊等等。嘅一啲市民嘅意見咧，咁嗰度咧係有啲幫助。你話整體成本嚟講咧，我哋冇一個成本，正正咧就係都可以咁講咧，或者我哋冇一個成本嘅限制，或者冇一個咧費用上面嘅限制。咁我相信小組嘅成員都會同意咧，就即係到而家咧冇乜點樣同我哋講過錢嘅問題。咁但係咧就係、我知道咧就喺早段時間咧立法會上邊咧，大致上咧都講過咧就預留一個預算嘅。咁、那個預算咧，就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咧，就係1200万嘅。另外咧就係你講緊嗰個郊野公園，我哋即係分開咗就兩個試點咧，就作為一個選項。咁但係咧呢度要強調嘅咧，就任何一個嘅選項咧，其實都唔會咧，都唔可以咧係縮短咗或者迴避咗所有法定嘅程序，即使話咧。包括咧就係城規會嘅改劃啦，包括咧就係做環評報告啦，甚至咧係包括咧，如果你觸及到郊野公園或者係海岸嘅話咧，咁就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管理局啊等等嘅呢啲程序咧就唔可以避免。咁如果我哋舉翻呢個例咧，而家咧就係房協咧係做緊兩份嘅報告，第一份報告咧係講緊咧就係個生態研究報告。呢個生態研究報告咧係要做。兩季嘅，即是話咧就旱季同濕季咧都要做，咁即是話咧佢最少要做一年，或者咧可以咁講係14个月嘅時間。咁取決於咧究竟個報告咧係咪指出啊生態價值相對較低，因為當時嚟講係講緊咧啊具生態價值較低嘅一啲邊陲地帶啊嘛。如果係咁樣係可以嘅話咧，咁下一階段咧就去到咧就規劃同埋工程研究報告。咁舉個例嚟講，喺今次嗰個公眾諮詢，如果個支持係比較少嘅，或者大家都唔傾向於支持嘅，嗱，我相信咧，同樣地啦，就政府以至到房協咧，都可因為政府就委託咗房協去做嘅，咁相信都會從善如流。如果喺呢度冇支持嘅話咧，就算咧佢第一階段咧係通過咗個即係剛才講嗰、那個可能啊具生態價值較低嗰個研究之後咧。咁可能咧，佢未必需要咧開展第二部分。嗱，反過嚟講，如果啊喺呢方面咧，大家都覺得，如果喺呢兩個條件底下，大家都覺得咧係可以諗一諗嘅。既然咧只係40公頃，咁嘅話咧，咁佢如果係第一階段，佢又滿足咗剛才所講過嘅生態價值較低，咁可以進入第二階段嗰個研究工作啦。但係之後嘅城規會啊、環評報告等等咧，一定唔可以減少嘅啊。到最後咧就即係你講緊嘅，即係可能咧就係、我哋早段時間咧，其實係傾到咧差唔多係20个唔同嘅選項。有啲選項咧，我哋認為咧佢持續進行緊嘅。咁呢個咧亦都係話咧係舒緩嗱、我唔用解決嘅字眼，舒緩咧我哋短期嗰個短缺更加嚴峻。咁呢啲咁嚴峻嘅情況咧，就係有賴一啲咧。持續進行緊嘅一啲措施，咁所以咧，我哋就冇覺得咧呢啲持續進行緊嘅措施咧，就唔需要咧係將佢咧拎去咧就係再喺公眾裏邊討論啦。因為嗰個咧而家咧係不斷咁做緊，亦都希望能夠舒緩到我哋短期嘅短缺嘅。但係剛才講過嗰啲咧持續進行緊嘅一啲措施咧，就會喺個冊子裏邊嘅第三章寫得非常之清楚嘅第三章嚇。包括咧就係改劃210幅嘅土地啦，而家改劃咗104幅啦。包括咧就係部分嘅地塊，如果適合嘅話咧，增加個建築密度20%啦。咁而家有49幅嘅土地咧，已經係透過城規會咧增加咗個建築密度20%。包括咧點樣去善用嗰183间嘅空置校舍，包括咧就係政府短期租約。等等，全部咧都會喺第三章裏邊咧寫得非常之清楚嘅。咁當然咧，好歡迎咧就係即係社會上邊嗱，既然咧我哋今次咧係同個社會一齊去揾地，當然我哋就好歡迎咧社會上邊
真係亦都幫我哋咧揾到啲地嘅。咁有一啲嘅可能係民間嘅組織啦，咁亦都提過啊，就有幾幅地咁樣樣。咁即係如果真係話有一啲地，佢哋都揾到係可以幫到我哋，幫到我哋全個社會，可能喺土地上面有供應嘅。咁我哋當然咧就會好樂意咧去檢視嘅。咁亦都會咧可能。如果到最後適合的話，當然我們同樣地包括在我們的建議報告裡面。左邊第二行的男士。是主席好。剛才主席你就說小組那個就沒有預設立場，但看回你那份書裡面說新界農地那裡，你也有提到說收回土地條例的，但你有一小段就輕描淡寫就說收回土地條例要確立公共用途，如果不確立就不收得。但是現在即社會上面的訴求，無論建公屋又或者剛才所說的建學校、建公園、建醫院，這些全部都是公共用途來的，為什麼不可以直接引用這條條例就收回一些土地，而要這麼大篇幅說公私營好、公私營好這樣呢？尤其是這些農地都是發展商，我們經常說囤積了很久的土地，是不是收回來政府直接發展比較公允一點呢？或者反過來說，現在社會上面的氣氛，你擔不擔心有一種仇富的情緒，就令到整個社會傾向不接受公私營這個選項呢？還想問多一個選項，就是那個填海那裡，那填海那個篇章你都提到，即是報告上面提到有很多好處的，即是不涉及地權、收地賠償那些東西，但同有另一些阻力，就例如說環評報告又或者會有 JR 這些官司這樣。那主席又怎知道是一定可以通過到環評報告說 JR 又沒事，還是是主席你本身都是環資委的主席，所以你覺得一定通過到環評報告呢？謝謝。當然不會這樣，今天也不可以預知到呢，即究竟會不會有不同的，即是你說的司法覆核。但是呢就即是回應回你的問題，首先第一呢就是收地呢，其實呢就在一些適當的地方呢其實是持續進行的。根據呢就是收回土地條例第124章裏面呢，其實呢就即是寫得很清楚的了。其實是兩個條件的，第一個呢，如果你真的是新發展區裏面的話呢，當然呢你就可以動用呢收回土地條例，又或者呢你是滿足一些所謂叫公眾用途或者公眾利益叫 Public Interest，在這樣的情況底下你都可以動用這個124章的。但是就在我們現在說的私人發展商手頭上面的農地的話，我相信有部分可能在新發展區裏面，現在說的就是我們用最少的字眼或者不少於的字眼，就是因為我們用一些公眾的資料，包括他們年報等等，就說他最少有1000公頃的。相信有部分的發展商持有的農地呢，其實坐落了在一些新發展區裏面的，就是我們現在搞緊的古洞北和粉嶺北，以至到呢就是洪水橋地區裏面。當然呢就在新發展區裏面呢，就很多時候都會用這個收回土地條例呢去進行發展，因為呢當時來說你未知道呢究竟到最後經過規劃之後呢，那一幅特別的土地如果是私人發展商持有的，最終會拿來做什麼。但是法例呢說的是，如果你真的說新發展區，你可以呢是用這個收回土地條例的。現在說的呢就說可能呢就在新發展區以外的一些土地，那為什麼我們那裡面呢就會說其實呢就是動用這個收回土地條例呢，其實有一定的不確定性的。不確定性呢就是說怎樣去滿足一個所謂叫公眾利益這一點，其實不是那麼容易的，不是那麼容易的當然我也不是法律的人士啦，但是很簡單地說就算呢你是希望呢、就是收任何土地然後呢你是會作公眾用途，舉個例來說實際上呢就是某一個持份者他是不是又可以嘗試去挑戰，在法律上面來說你是不是有一個凌駕性一定需要這樣做呢？譬如舉個例來說，公眾用途是一條路，那條路是不是一定要這樣走法呢？在法律上面來說呢，其實要求是真的比較高的。但無論如何呢，我們在說就說我可能呢就是有些的不確定性，以至到這個時間上面來說呢可能會比較長的，純粹是這樣的。
咁然後咧，你話去到填海嗰度咧，我相信就係正如我頭先所講過咧，其實所有嘅一啲環評報告等等咧，其實咧係唔會因為今次公眾諮詢而公眾諮詢咧支持之後咧，咁所以咧其他嘅法定程序可以唔需要做，唔係嘅。其實所有嘅法定程序咧係唔可以避免嘅。咁所以咧就話到最後究竟會唔會有司法覆核等等咧？咁我相信咧今天嚟講，我哋都唔能夠咧假設咗一定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嘅嚇。同樣地啦，我相信而家我哋講緊咧，如果真係話去到社會上邊唔同嘅持份者咧，我相信大家咧都會好理性咁樣去睇唔同嘅一啲選項嘅，因為咧就住唔同嘅選項，當然咧，好明顯嚟講咧，有啲選項咧係會比較快啲啦，有啲選項比較遲啲，有啲選項咧影響到唔同嘅持份者啊等等。咁我相信咧，就係最主要咧，都係成個社會多數嘅持份者咧，都能夠理性咁樣咧，係作出一個抉擇。右邊第一行仲新聞。主席你好啊，想問唔該。主席你好啊，想問翻咧，其實你頭先都好強調就話，即係要聽翻唔同嘅持份者嘅意見啦。咁想問一下，其實而家嗰個諮詢嗰個公眾印象咧，已經覺得係好為公司型公司合營去鋪路咁樣嘅，咁其實想問一下，如果有一個情況就係、是，即係如果發展商係能夠動員好多人去入市去表達意見嘅時候，咁其實小組點樣去確保呢個諮詢係即係達到你哋預期嘅大辯論嘅效果咧？另外就係你哋會點樣評估呢一啲嘅公眾意見咧？係啦，咁另外就係其實你哋喺最後做呢個選項嘅時候，會唔會點樣去即係再評估交翻俾政府咧？同埋小組會唔會已經係即係受到某一啲持份者而家嘅一啲嘅壓力？尤其是可能係地產商咧，因為我哋最近都聽到好多即係有權有勢嘅人已經喺好多途徑已經發表咗佢哋嘅意見，甚至提出咗好多嘅見解啦。唔該。我諗喺動員嗰度嚟講咧，就正正咧，我哋就喺唔同渠道唔同層面。裏邊咧就係都會盡量咧係收集咧係社會上邊多數持份者嘅意見。咁到最後咧，其實我哋都係委託咗咧就係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阿白景松教授咧，其實咧就係同我哋做咧呢個咁嘅意見嘅調查啦，同埋咧到最後咧係做分析嘅。咁所以如果有一啲動員嘅意見咧，我相信咧，在他的專業的一些認知底下或者他的專業分析底下，其實可以分析到出來的。當然我們就到時就按照他的分析怎樣去將社會上大多數的意見，而不是就是動員的意見，或者你剛才說的可能是說動員一種的意見，是反映了在我們的建議報告裡面的。咁第二個咧，你話會唔會有一啲即係持份者特別俾我哋壓力啊等等咧？我相信就唔會嘅，因為正正咧，我哋就係需要咧係聽所有持份者嘅聲音啊。當然持份者係包括咧係有直接利益嘅持份者。嗱，咁所以你要都見到咧，我哋就算喺公眾諮詢之前咧，其實接觸咗好多唔同嘅持份者，包括頭先講過嘅住喺劏房啊一啲嘅居民咧，我哋都去接觸過嘅。咁喺呢五個月裏邊咧，同樣地啦。我哋咧各個層面、各個階層嘅持份者咧，我哋都希望能夠觸及到佢哋嘅。正正就有好多咧，未必真係有足夠嘅時間咧，去到咧係即係可能提交好多嘅意見啊，或者參與我哋好多嘅活動。但係無論如何咧，我哋就會盡我哋咧時間所及啊，能力所及嘅情況底下咧，我哋盡量接觸咧越多唔同嘅持份者越好。咁當然其中包括嘅可能係真係有啲利益嘅持份者，這個唔緊要㗎，我哋都要聽下佢。究竟有啲咩嘅聲音，或者佢究竟嘅訴求係點樣樣咧？咁我哋都會咧翻嚟咧，到最後咧綜合咁樣咧做個分析，然後咧先至會放喺呢個建議報告裏邊。最後嗰行中間香港電台。主席你好，你啱啱都提到咧，即係對於社會動員意見，你就話有大學去協助分析啦。咁亦都話唔怕受到壓力，因為都係聽持份者意見一種。但係點樣可以確保到小組就真係可以頂住到嚟自財團
又或者商界啲受影響人士嘅壓力去做到獨立嘅裁決咧？同埋喺你哋評估啲選項係咪合適嘅時候咧，民意係佔幾大比重？仲有第二方面嘅問題咧，睇翻呢一場嘅土地辯論啦，就政府首先就成立小組研究，再由你哋去做諮詢交報告啦。其實會唔會令人質疑咧個諮詢結果最終可能都係欠缺約束力咧？同埋即係喺呢一場辯論裏邊咧，會唔會覺得政府咧係抱一個避火頭嘅心態去處理土地問題？小組最終就好似淪為一個公關嘅角色咧？唔該。我諗即係第一樣嘢咧，你有少少係咪好似？即係你話民意嘅比重究竟係幾多？會唔會你係有一個嘅即係意思咧？就即係用翻你剛才所講嘅所謂財團嗰個字眼啊，財團。咁所以你就話喂，民意究竟佔幾重？係咪咁嘅意思啊？但係如果我剛才一路都講緊就話民意當然係即係最大嘅基礎啦。喺個建議報告裏邊咧，都係講緊咧民意啊嘛。而民意當然我哋講緊咧，全部所有咧越多唔同嘅持份者越好喎。咁嗰個就係即係所謂嘅民意，係咪即係民間意見咧？如果民間意見嘅話，即係社會上面大多數嘅意見喎。咁個比重當然好大啦。咁樣，除非你剛才嘅問題咧，就係話，即係就撇開咗一啲所謂叫做財團啊，定點樣樣？你剛才係咪有咁嘅意思嘅？我想就係、是、即係第一咧，就真係一個我諗小組都係咁樣啦。我哋係用一個平常心去到咧，就係、是、推動今次好廣泛遍及咧社會上邊咧大多數持份者嘅一個咧係公眾諮詢活動。咁所以咧，我哋就好要確保咧，真真正正咧喺今次公眾諮詢。嘅活動裏邊咧，所得翻嚟嘅社會上面大多數嘅意見咧，能夠如實咁樣反映翻喺我哋建議報告裏邊。咁我哋好誠意咁樣做嘅。咁你話咧會點樣去頂住一啲壓力咧？我相信即係如果即係用翻頭先嘅例子，如果對於一啲可能係真係話你用緊壓力嘅字眼嘅時候咧，咁其實同樣地咧，我相信咧就係剛才我哋講過一開始就如果我哋見到一啲今天嚟講住喺劏房板間房裏邊嘅居民，我哋見到嘅情況咧，呢個係我哋最大嘅動力。同樣地咧，就係我都喺呢度咧要好多謝大家嘅，因為即係當然過去一段時間咧，我相信小組亦都係咁樣樣嘅，好多唔同嘅壓力啦。但係咧就係、是、都我有好多朋友，亦都有WhatsApp 俾我，表示支持，亦都包括咧在座咧好多位。嘅朋友，亦都有咧係 WhatsApp 俾過我係支持嘅。咁呢個咧對於我嚟講，或者對於我哋嚟講咧，係最大嘅動力。點樣去確保我哋今次咧真真正正咧係搞一次大家都能夠嚟參與嘅一個咧公眾諮詢嘅活動？而到最後，我哋當然係要確保個報告係如實咁樣反映翻社會上面大多數嘅意見。同樣地，我亦都相信。政府在收到我們的報告是會從善如流的，裡面可能會有很多困難的地方，但是既然我們今次是一個全民的參與，希望能夠就著面對著我們非常迫切的問題，看看背後的三個問號，我們一定要有決心去共同去解決今天面對著我們非常嚴峻的一個土地供應短缺的問題。多謝。我不相信會有這樣的情況，因為第一就是今次那個小組呢，你都會知道呢，來自呢就是不同的界別啦，不同的專業啦，都可以咁講咧，就小組係我做咗公職以來咧，今次我見到一個非常團結，同埋咧就係非常用心、非常大誠意嘅一個小組。
早段時間我相信有一些報道呢都講關於我們的出席率的。其實想講給大家聽呢，其實我們的出席率呢是高到呢大家可能都不相信的。頭一二三次的會呢，三個大會呢就100%出席的，是沒有人是因為其他的事情呢所以缺席的。咁所以咧，我相信咧就係大家小組咧，的的確確咧係好有最大嘅誠意，係希望咧我哋今次可以咧係做一個咧大家都能夠嚟參與。我哋同時間咧要確保咧大家嘅聲音係能夠咧如實咁樣反映翻喺個建議報告裏邊，然後交俾政府嘅。咁所以喺呢點咧，請你放心。你話究竟點解唔係政府去做呢樣嘢咧？我相信就係因為我哋今次或多或少咧。在很多選項來講呢，都跨了很多不同的，如果真的說用政策部門來講呢，其實跨越了不同的政策部門的，可能呢是有規劃處啦，也都可能有即是大家講得多的康文處啦，也都可能是商業及商業及經濟等等，其實呢就所以也都因為這樣，所以有一個的小組，而這個小組呢能夠呢是在社會上不同的專業、不同的界別等等，我覺得這個呢是會在推動大家參與的方面呢，應該呢會更加能夠做得是能夠做得更加好的。阿張，我補充一下那個公關那個那個問題，因為我們其實雖然我們是接觸了廣大，即係我哋希望即係過往三個月同埋遲少少嗰五個月，我哋都會接觸好多公眾咧。但係呢個唔係代表我哋係一個公關嘅角色，因為我覺得個分最大嘅分別咧，公關如果請個公關咧，佢就嗰個獨立性就唔係好似我哋咁，即係我哋做好多決定咧，係我哋決定就我哋唔會話。要問過政府，我哋咁做唔好咁。喺呢個我哋小組完全係我哋自己獨立去，我哋啲委員大家一齊去決定嘅。所以同所謂做公關嘅角色係有分別。第二點，另外一點，你剛才講到嗰個壓力嗰方面咧，其實我相信只要有一啲持份者咧，咁佢哋一定會表達一啲不同嘅意見啊，或者甚至乎有啲關心啊，甚至乎有一啲即係。有啲即係同我哋討論啊，差唔多相當激烈添。但我覺得唔同嘅意見係一樣嘢，壓力係一件事。咁即係只要我哋睇嗰啲唔同嘅意見，係睇成係一個就咁當佢一個唔同嘅意見去睇佢，而唔感覺佢係一個壓力。我相信亦都係一種應付呢種所謂壓力嘅方法嚟嘅。最後兩條問題。港台英文台打一條英文，麻煩最後那一行。Mr. Wong, I'm just wondering how the final report will be like. Like, are you going to prioritize 18 options to show which option got the most support and which got the least? And my second question is that you have asked people to be brave and express their views and pick their preferred options. Will you also make an appeal to the government and urge it to adopt some controversial options if they are really supported by the public, even though they may be strongly opposed by some stakeholders with vested interests, lik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olf course? First of all, we haven't started our report writing because the report will be based on the consensus being built upon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So that will probably reflect the community's priorities in terms of the 18 different options. Of course, and it's going to be a multi-pronged solution in terms of tackling our shortage of 1,200 hectares, as well as to provide some leeway for the future if we're going to perhaps you know, build up our land reserve for our next generation. And secondly, I think we will, of course, you know, make an appeal to the government that this report, if it carries the consensus of the community, it got to be acted upon by the government accordingly. So we'll make an appeal, of course, you know, within our recommendation report. And I'm sure the government will act in accordan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port accordingly. 我哋答埋呢一题，立埋咗报。Hi, this is Naomi from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You said you wanted to reach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from all different levels. I just want to ask a bit more details of the telephone survey, if you have, how big the sample size would be, will it be random sampling, and if you have any plan at the moment, how many different groups and organizations that you plan to meet in these 5 months? Thank you. We are in a stage of designing a telephone survey. So I cannot, you know, give you the exact details yet because it's going to be complex because we're talking about 18 different options. Are we able to perhaps, you know, on a randomized basis to ask the respondent to spend about 30 minutes or so on each of the telephone survey? We don't know yet. So, but definitely we'll conduct some sort of randomized telephone survey. That's for sure. And it is at the stage of being designed for the time being. And I think, secondly, of course, you know, reaching out to different stakeholders, as many as we can, as much as we can. We're going to conduct more than 100 different meetings, workshops, and perhaps, you know, seminars with different professional bodies,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NGOs, residents in the local communities, and so on and so forth. So as much as we can. So there's going to be more proper consultation and reaching out to as many different stakeholders as possible within this particular 5 months. So we are going to use all these 5 months in reaching out to as many as possible. We haven't had that because it's being designed for the time being, but definitely because this is being handled by Professor John Bakenson of the Hong Kong U. And of course, you know, he's going to, from his expert and academic point of view, he's going to come up with a design to make sure that we had a randomized sample which is scientifically on a social science basis proven to be a randomized sampling. 好，记者会现在结束，多谢大家出席。